非常感谢我们马东埔所有的朋友，特别今天这么没有忘记我们现在身在监牢里面已经第75天的国会议员，也是国会的反对党领袖，我们的安华。今天我们巴东埔的朋友又是再一次的来展现我们支持公义，选择是非黑白，还有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贪污腐败。这个又是再一次来让我们巴东埔的朋友们再一次可以来向我们现在当权者，特别是我们的中央政府，来表达我们追求改革的决心。所以今天我非常感动，看到这么多的巴东埔的朋友愿意出钱啊，出席我们买票来参与我们这场的晚宴。各位朋友，民主、自由、改革不会从天而降，也不可能很容易就可以获得、取得。我们看安华，他一世人，这一次是第四次坐监牢，第四次。各位朋友，坐监牢不是坐一两天去酒店住，或者是可以有电话听，或者是有电视机看，没有，没有这个回事啊。所以去监牢，他已经是67岁的一位老人家啊。你以为大家我们很喜欢要补选，如果这一次我们的这个不是因为国政的这个贪污腐败来向我们的安华采取这种政治的迫害，今天这个巴东埔的补选是不需要去进行的啊。我们因为在505巴东埔的朋友已经给予安华我们这里的这个国会议员的一个全面的这个支持，以多数票11000票，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巴东埔的选民是要啊安华做这个国会议员。但是啊，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一个国政不同，太怕安华这个人，所以千方百计一定要把他逮捕，然后控告，判他坐牢5年。所以今天啊，我们巴东埔的朋友啊，有人讲啊，我们好像把普选当着玩玩啊，不是玩玩，那里有人想要自己的爸爸、自己的先生、自己的家人亲人去坐监牢5年来换一个补选，有这样的，那里有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不是叫人，是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问题，国政竟然没有去检讨，反而还继续采取这种肮脏的手段来对付政敌啊。我们可以辩论，我们可以在国会辩论，可以出来谈，但是绝对不能够用这种司法制度的不公、无法无天来对付反对党的领袖。所以今天巴东埔的朋友，我要再一次谢谢你们。5月7号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知道5月7号是工作天，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有准备了，希望大家巴东埔的朋友，我不要掉以轻心。这一次的投票日是在星期四，所以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要带外地的人回来投票，所以每一个在这里的都要扮演那个角色啊。所以我也要讲啊，我们接下来的整个选举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打压。今天我还没有来到这里啊，我们昨晚啊，在这个巴东埔萨玛嘎嘎只是去走街，然后在那边跟我们的选民啊演讲
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两个工作人员啊，一个是当地的选民，一个是我们的啊李文信啊，我们的巴扬巴路的国会议员的特别助理李文信，刚才就已经被这个警察问话，交替问话，然后他这样还不要紧，他现在刚才还叫了那个咖啡店李富路的咖啡店的老板，还有邻居也被叫去 IBD 班达伯大问话，这个是什么？这个现在是普选，我们连来跟人民讲话的机会都不能，他是不是分明警察就是要来刁难我们？你们说是不是？警察现在治安这么差，他们不去抓贼，现在来我们去做助选工作，我们的选民我们的支持者也受到这样的这个干扰，所以我们在这里非常非常的严厉谴责这个警方在这次的普选期间呢，对于我们的助选团还有我们的支持者甚至巴东埔的选民给予不必要的这个干扰，我们希望这次的这个普选可以在一个非常和平很民主和自由的这个情况下进行，大家说好不好？好。所以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出席。 Terima kasih Nandri Wanakam